那现在我们来开始讲这个读经啊。我想弟兄们记得啊，你怎么读圣经呢？你第一个是读事实，是不是这样？第二个是读灵感啊。第三个是读真理。第四个是读启示。有的弟兄搞反了啊，事实跟灵感是一组，真理和启示是一组。我不懂事实，有灵感太片段，我只有事实没有灵感，就变成死的知识，对你的影响不大，对你的帮助也不会多。所以你要会读事实再读灵感，然后你事实读事实很容易有灵感，就是说这个圣经在你面前有点活过来了，懂不懂？我怎么知道圣经活过来了？因为我一打开圣经，我读几节，很多灵感的话就出来了，这个圣经可以不断地对我说话。你就到第三个，你要读啊，真理到底圣经这一卷圣经这一章圣经或者这一节圣经讲的到底是什么，懂不懂？比如说啊，如果你读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很有意思嘛，它的开头你有没有注意啊？如果你读事实你应该分得出来啊，几乎和所有的开头都不一样。一般保罗书信的开头都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这里没有，他没有说到奉神旨意，他说做使徒的保罗，然后立刻就加一句话，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你有没有注意啊，他有一个很强很特别的负担，那就是啊，我对加拉太整体的情形，我要用整个身体的力量啊来应付他。所以他没有说啊，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他不是，他一开他就说啊，我是做使徒的，有神没有神的旨意我都没关系，我是做使徒的，因为对别人我不是使徒，对你们我是使徒。所以他很清楚，我是做使徒的，哈，我这个使徒啊又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一来就跟你讲谁谁谁怎么说，谁谁谁怎么说，谁谁谁怎么说，那就是借着人嘛，对不对呢？我呀不是借着人，也不是什么由于人，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什么呢？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他开头说得非常清楚，你知道现在你讲事实了，是什么？他是个使徒。是什么？不是由于人，不是什么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乃是借着叫耶稣基督复活的父神，是吧？然后与什么和一切和我同在的众弟兄。你人多吗？我人比你更多，这句话很凶啊，懂不懂啊？您不是有许多教会吗？我告诉你，一切和我同在的弟兄，这可以是指哥林多，因为哥林多他在哥林多写这个信嘛，也可以指所有我所服侍的教会，现在一块来告诉你们，你们错了，这很有意思啊。所以和一切和我同在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我们慢慢来啊。你光这一节圣经你读出多少的事实来，就这一节圣经两节圣经，这事实到底有多少？这里有多少事实？这里有使徒，是不是这样？这里有保罗啊，不，这里有人，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有耶稣，有基督，有耶稣基督
有神，但是他这里没有说神，他说父神啊，有父神，还有死里复活啊。如果你读的细，死是一件事，复活又是一件事，也可以把它分作两个点。这众弟兄很好，你愿意加一个同在也可以哈，就是各教会。好了，很简单一个东西，你可以讲多少篇信息呢？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七篇、八篇、九篇、十篇、十一篇、十二篇，你可以讲三个月。它很简单吗？都是宝贝吗？对不对呢？它这里讲到事实，这事实不是像你所想那么简单的。读事实要读得细，读事实要读得有感觉。那现在再问你啊，你把这些事实拿出来的时候，小姊妹啊，什么地方叫你觉得很有灵感？可以没有灵感，不是一读事实就有灵感，可以没有灵感，那就看你多老练。比如说到我这个年龄，那大概只要读到任何的字，它都会出灵感。所以我们到后来讲加拉太，也许啊下一周可以开始讲加拉太，等我们真正讲加拉太，你就会感觉哇这么厉害啊，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多的丰富可以出来，因为它产生了灵感了嘛。那么今天我现在问你，你读了这一节有没有灵感？来，什么样有灵感？没有，没有就没关系，没有就读下一节嘛。你不要去挖灵感，到了不肯走了，你一节没有就读二节嘛，二节没有读三节嘛，三节没有读四节嘛，你就读出灵感来。没有灵感，圣经就是死了，对不对呢？如果你有了灵感，你怎么办呢？你就要住在那个灵感里来享受。譬如说啊，整整的这两节还是三节圣经啊，在这两节圣经里，我需要有灵感。那我怎么开始呢？做使徒有没有灵感？保罗有没有灵感？不是犹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这个到底有没有灵感？不是犹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你注意啊，现在你里面会动起来，会开始有感觉，你会感觉到主啊，求你赦免我，我动不动还是靠人，我动不动还是依赖人，我动不动还是寻求人的帮助。使徒保罗在这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主我谢谢你，我得救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我爱你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我奉献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但我在这追求都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你觉得一个东西就开了，懂不懂？一个东西啊，就像你开启出来了。现在你读经呢，就可以把你自己啊读到圣经里去，把圣经的丰富啊读到你里面来，乃是借着什么呢？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我有耶稣，我有基督，我有复活，我有神，因为有个东西又出来了，懂不懂？圣经是很丰富的，远比你想象的丰富，而现在所有我们所讲的都是事实。你们读事实，一般来说啊，读事实读的太呆板，你们读完了就分段，第一段什么，第二段什么，反正分来分去，没有感觉还是假的吗？没有灵感还是假的吗？你打开圣经，你要培养自己到一个地步啊，一打开圣经，灵感就出来了，一碰见圣经，灵感就出来了，你就这样操练呢？你看我这样操练一下，人很多灵感，耶稣很多灵感，基督很多灵感，父神很多灵感，死里复活很多灵感。你知道难处在哪儿吗？外功太强，内功不行。换句话说啊，如果是一些对我们通病，那就很严重了，就是
你服侍，你劳苦，但是你里面摸着主不深。我年幼的时候是真正这样操练的，运动20分钟，灵也释放了，体也运动了，全人舒畅了。来来，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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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和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阿们，要灵出来。你知不知道这个？你这个人呐、啊，就是你的灵，你那个真我。所以保罗不说吗？你不要喝酒，你喝酒了，喝多了，你就放荡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放荡，但是他可以把它压抑住，叫他不放荡。人的理智可以控制他这个人，喝过酒以后啊，他理智就丧失了，他里面那个琐事啊就出来了。所以保罗说什么呢？不要醉酒，酒啊使你放荡，但是要在灵里被充满。换句话说，醉酒了，你的真我就出来了，是堕落的我；充满灵了，你的真我就出来了，是有神的我。你里面有两个。现在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有神的我出不来。你们要注意啊，你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要注意啊，如果你不断的到各处去，你所操练只是怎么讲道啦，怎么看望啦，怎么带聚会啦，这些都是三脚猫的功夫，要有真功夫。你不要起笑哦，现在带聚会了，我一点不敢轻看你的服事，但是我可以替你算命。如果你灵不强，灵碰见主不多，灵享受主不多，你走不下去的，这条路绝对不是容易的。今天你们年幼啊，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有一天你要养孩子了，有一天你知道了，孩子来跟我讲，我需要一个 iPhone 8，等你孩子长大了就是8了，恐怕10都出来了，你我需要个 iPhone 10，多少钱？2000块钱。你要哎呦，主耶稣啊，你每个月供给我才2000，我就去赚钱吧。我跟你讲，想赚钱不一定赚得到啊，但是至少一个梦嘛，也许我可以赚到嘛。跟随主是很艰苦的哦，跟随主是很艰苦的哦，所以你自己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啊，这个你很年幼的时候读经，一定要读40，然后在40里满了灵感。灵感哪来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片语，每一节圣经都可以成为你的灵感，整张的圣经也可以成为你的灵感。换句话说，你读这个字，你读这个片语，你读这节圣经，叫你感动，叫你感觉你和主可以亲近，你就根据啊这个字，这个片语，这一节圣经，你和主啊就产生了甜美的祷告交通。从哪里开始的？从你灵中摸着主开始。所以开头是要操练，要操练，操练这个我的灵很容易摸着主，我的灵碰见主的话很容易啊产生这个高的享受。记得我们有这一首吧，灵今借你生命活化，在我里面将你实化，接受这话，接触这灵，你就成了我的供应。那个就是讲话和灵啊是不可分的。我们还修那一节，就是什么？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我有众弟兄，我享受众弟兄。你们要小心啊，有弟兄讲不要导读，没这个事，没这个事，你不导读你灵出不来的。到后来你心思很重，我跟你讲这句话，心思重走不久的。你可以很碰见主，心思重，一生爱主，一生跟随主，走不下去。要走下去一定要灵里厉害的碰见主，灵里厉害的碰见主，一个就是主向你显现了，主在借着诗歌了什么摸着你了，借着聚会摸着你了，但是那是偶然的，不是经常的，不是常态的。你需要一个常态的能力摸着主，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环境，我都可以很快的摸着主，享受到主的同在。如果你肯这样的话呢，
你的灵会强，你跟随主会厉害。我愿意告诉你啊，你可以非常爱主，也可以有很多侍奉，但是那不是保证你可以跟随主。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借助主的话，或者在环境中可以厉害的在灵里碰见主，你不可能往下走的。往下走完全是一个灵中的事。我们现在说到啊，什么叫灵感呢？就是个事实，事实中有一个点，有两个点开始碰着你的灵了，懂不懂？那比如说记住啊，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读事实，事实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么简单，把一章分几个段，那个太简单了啊。到底圣经讲的是什么？到底这一卷圣经讲的是什么？到底这一章圣经讲的是什么？甚至到底这一节圣经讲的是什么？更进一步啊，到底一个一个字讲的是什么？我不会解释，但是我很清楚，我很清楚有使徒，我很清楚有保罗，我很清楚使徒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我很清楚使徒保罗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对不对？然后是写信，哎，和我在一起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众教会，还是各教会？众教会就是一封信大家一块读嘛，各教会是一封信分开每个地方都来读嘛，就那么简单嘛，对不对？所以你原则上知道就好啊。所以你现在注意啊，我来到圣经的时候，打开圣经的时候，我非常注意到底他说的是什么，然后我再问一个问题，他所说的怎么能够成为我的灵感？我这个灵感，我所得的灵感怎么能够成为我生命的喂养，生命的供应？怎么能够叫我得着生命中的丰富来跟随主？所以灵感是一个大的东西啊，不读事实没有用的。比如说我一天一章一天一章，你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你也知道你不会成长，最多是打点滴了，就是你快死了打点滴，打点滴可以维持你的性命，但是不会叫你健康嘛。宗教跟打点滴完全一样，可以维持你，维持你的生命，叫你还可以活下去，但是绝不会叫你健康，绝不会叫你活一个健康的生活。所以你注意啊，你不要一天只读一章，当然读比不读好。总而言之啊，有灵感，事实的累积，懂了？我读了很多事实以后，它就会产生真理。比如说啊，这个受浸，受浸是个真理，但受浸有多少节圣经的这个真理啊？真理，受浸的真理，你现在要讲受浸真理。第一个啊，岂不是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的？是进入他的死，岂不是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是进入。所以啊，第一个真理它是归入啊，归入进入。第二个进入三一神，哎，我现在想起来了啊，我写了一首诗嘛，受浸是归于三一神啊，对不对？我喝洗洗这救恩，对不对？然后受浸是埋葬老世界，有一定有这一节圣经的啊，那是怎么样呢？第三，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是新生。受浸归入基督的就是穿上基督了。现在你懂不懂什么叫搞真理了啊？第五个，这是进入什么？就是个身体吧啊，进入一个身体啊。还有没有？啊，受浸脱去了肉体。哎，好了，受浸就脱去了，好了，脱去就好了。还有呢？欣然得救。好了，那还有一个得救了。受浸使罪得赦，领受所应许。好了，罪得赦了，罪得赦，那这两个都需要了啊。然后得灵是吧？得灵。还有呢？哎，你有没有注意啊？
光是讲受尽比你想的复杂哟。你现在怎么读？你用的最简单的吗？重生，记不记得我写那本书叫重生，那个就讲的太多了啊。光是简单的讲重生，这里很简单讲受尽。你要读受尽，现在你是读真理，受尽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你就其实把 Youngs Concordance 找来嘛，Strong 都可以嘛，所有的 Baptism 都找出来，然后都在下面吗？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个纲要出来吗？对不对呢？什么叫受尽呢？受尽啊，是怎么样？叫你得救啊，受尽呢，叫你罪得赦，得着圣灵。受尽呢，叫你脱去旧人，是吧？受尽呢，叫你得着新生，叫你穿上新人。受尽把你进入一个身体，受尽进入三一神。我告诉你，你不是感觉到很好的丰富就出来了吗？这是读真理，懂不懂？事实上，什么是真理呢？就是事实的累积嘛。但是你没有看见，它累积不起来的，你可以把它累积起来，所以你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看见，有了这个看见以后，你把它累积起来，叫做真理。这真理读完以后啊，真理这些都读完以后啊，并不一定表示你有启示嘛，懂不懂？譬如说啊，尼弟兄，尼弟兄不是一个坐行站嘛，啊，他一个经历是坐站行。他不生病吗？病得快死了吗？对。后来主好像跟他说什么话，他就坐起来了。因信而，哎啊，因信而活。反正种子他站起来了，然后就走下去了，然后就碰见一个照顾他一个姊妹，他说我好了。那个姊妹讲你好了，我好了，那我做饭给你吃，你吃不吃？我吃。你注意啊，他不是。我只是知道我死了，知道主是医治的，他现在经历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在我身上成为我的事实了。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呢，我是进入他的死，我或者是归入，是不是同一个字啊？归入他的死，我是进入三一神。我告诉你啊，如果这些成为你一个经历了，你现在在哪儿？我在三一神的里面，你现在在哪儿？我在他的死里面。那你又说不是还会犯罪吗？还会跌倒吗？你不是还会跟你的可爱的丈夫吵架吗？吵了没有？吵了没有？啊？谁赢啊？谁赢？哎，这我最喜欢听这句话。说没吵过，那说谎也不要说到这个地步，一定吵的。吵完了谁赢？弟兄都讲他赢。只要会讲他赢的人，到后来弟兄都赢。那个诀窍就是先让他赢，是不是这样？因为姊妹心软嘛，他一让你赢，你就软了嘛，软你就马上就对不起弟兄，我也有错。那你不要板起来，我本来就知道你有错，那不就完了吗？我告诉弟兄啊，感谢主啊，我现在哪里呢？我在三一神的里面。我现在哪里呢？我在基督的死里面，懂不懂？我现在得什么生命呢？是一个新的生命。我现在什么生活呢？我是穿上就是生活，我是穿上教会生活，穿上新人生活。你有没有注意啊？可以有很多的启示给你，叫你整个的人呢，生存生活都改变。因为我现在得着了一些东西，基本上啊，我们讲读经，我们就讲啊，你要注意事实，在读事实的时候，要很注意你的灵感。一篇一篇的事实都写完了，没有灵感，对你的帮助不多。我读的事实，我可以读得很慢，但是我里面满了灵感，灵感的丰富，就说出你和主之间呢。那个关系的健康，你和主的关系越健康，你的灵感越多。那灵感丰富的人会传福音，会爱人，会爱自己的家，会照顾圣徒，会服侍主。因为什么呢？他是一个在灵感里的人，在责任里的人做不到的。
又轮到我做这个，又轮到那个没有用的。你然后呢，你四十读的多了，比如说现在我们讲到死，我们讲到死，基督的死，你可以把基督的死啊当作一个真理来读。对，圣经有多少地方说到主耶稣为我们死了，说到主耶稣为我们活了，说到主耶稣是复活的主，懂不懂？你这样真理啊出来以后，你会有一个看见，哦，何等的死，何等的生。记不记得那首诗啊，就是那个宣信写的，是吧？哦，生何高，哦，死何妙，愿我联合依靠。他为什么？对他来说他是个启示。我现在觉得太好了。为什么太好了？我看见我死了，我也看见我活了。我看见我死了是像罪死了，这个堕落的人死了，我也看见我活了是在基督里活着，是与主连起来活着，是向着神活着。哇，你如果慢慢的啊，你开始这样来发展，那么读经读到后来啊，你会成为一个丰富的可以为主使用的人。